是我最好的朋友哎、欸。是哦。台下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跟大野狼一样，很喜欢看电视跟玩手机啊？真的？好，那我来问问呢，喜欢看电视的请举手。好多、哦。赶快举手。那喜欢玩手机的请举手。也很多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选出最佳人气王了。等一下呢，小朋友会拿到投票球。等一下呢，就赶快来到舞台前面，投给你们的好朋友手机跟电视的投票球里面哦。好，小朋友要小心哦。哇，你看我们的姐姐看到你们都很开心耶，要小心。好，记得哦，投完票的小朋友赶快回到位置上坐好哦。祥森哥哥要看小朋友投完票，谁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坐好的呀？好，小朋友很棒哦。好，都投完票了，那现在就要邀请台下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数票数咯。等一下，大声的跟着我们一起念一二三四五哦。好，准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四，继续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停。电视只有九票，手机继续，十，十一。好，我们最佳人气王是谁呀？手机，我们给手机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啊，谢谢小朋友们的投票。大野狼啊，平常最喜欢看电视跟玩手机的，我要请大野狼投票哦。大野狼，小朋友，大野狼都不理我哎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大声的叫他。不是，准备开始，大野狼。我的眼睛好干涩，好酸痛，好看。